但呢，我们来一起来唱这个歌。我原来我的想法是，可能大家都会看着，对，可能大家都会互动，这种参与感并不是很强。对，但是很多是想很多朋友跟着一起拍，跟着一起拍，对，然后我一举手的时候，大家也跟着一起举手，对，所以我会觉得很有互动啊。我觉得这场互动非常好。老师也说来着，就旁边还有一个藏族小朋友，就穿藏装，他还不是在跳藏舞，他在穿着藏装在跳街舞，是的，很投入，而且跳得非常好。这几天我们在拉萨的行程我觉得非常的充实啊。这个是我在参观了牦牛博物馆之后啊，我忽然发现整个的西藏的历史和我们西藏的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牦牛。其实这些牦牛头都有故事，每一个都有故事，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一个一个写出来，所有的牦牛都有名字的，那人家捐过来的时候就说，啊，我给你捐个牦牛头，对，我这为什么捐这个牦牛头？因为这个牦牛跟它特别有感情，它叫什么名字？它多少岁？它生活在什么地方？他这一辈子为我们家做了什么贡献？所以就像家里的这个，对对对，家里的这一份子一样。对，然后我就把这个牦牛头捐给你，就放在这个地方，我永远都会记得。每次来的时候都还可以看到，回忆到他的故事。帐篷啊，就是一个老百姓，他说了，听说你要给牦牛做一个宫殿，你肯定需要帐篷。我们家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家的人呢、啊、就棉线啊、棉线做那个纺线，纺线就编一编，一直把一帐篷弄起来，就是这个。然后呢，我说：“哎呦，你这个要多少钱？”他说：“你一个汉族人都从北京跑的来给我们牦牛造宫殿，我这还要你的钱吗？捐给你。”在藏北的这12年当中啊，应该说呢，当时作为一个汉族的一个学生啊，在这个西藏啊，特别是在牧区啊，那个当时条件确实是非常艰苦的。我有一次啊，在那个骑马，特别特别的寒冷，大概有零下30-40度，就打着马就往那儿跑，到最后到了那个帐篷跟前，我下不了马，都是在掉下来的，就直接就进了一个掉到一个帐篷里面去了。当时有一个老人呢，一个老阿妈，他的怀里抱着他的孙子，然后他把他的孙子，他当时吓坏了，他怎么一个人怎么掉了进了一个人呢？很快呢，他就想肯定是冻坏了，他就把他的衣襟里面的孙子抱出来，然后把我的两个双脚揣在他的怀里了。这个不然的话，那次可能要截肢啊，那冻的。我觉得我们读过很多书啊，我觉得没有哪本书里面可以读得这样真实的崇高。我之所以要做牦牛博物馆啊，这个初衷啊，最早是可以追溯到1977年，当时是我们搭的车啊，就是运送抗灾饲料的时候，当时那年有大雪灾。就我们走了中间有一个叫阿依拉山，那太吓人了，那个就他那个地方是一个风口，一下雪呼噜，那个雪就被吹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在那被困了5天4夜，没有吃的，我们可能死定了。哎呀，所以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就是听着嚓嚓嚓嚓嚓嚓嚓声音，哇，一听我说这下有救了。哦呦，后来就是前面那个牦牛把路敞开了，后面的牦牛就把那个饼子运过来了。有开路的牦牛，有驮东西的牦牛，等于是一个牦牛团队在去进行生死救援，营救我们。当时有大家其实从牦牛身上那个麻袋里面拿出饼子来，在啃饼子，啃饼子，很多人哭了，
这是牦牛救了我们的命啊。我想问问张老师啊，这个您在拉萨哪件事情让您最有触动啊？其实对我来说，我首先是参观了一个艺术博物馆，站在楼上看了一下视野，看一下周围的一切，我就感到了感受这种变化是扑面而来的。去年一年没来，拉萨又有感到一点陌生了的感觉。每天都在变化。是。我带您看看我们的文创。当我们发现呢，手工的藏毯相对而言，因为它用工比较久，羊毛质地非常的好，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价格不菲。那么我们就采用了一个新的创新，就是把藏毯呢做成小的茶杯垫。我们可以叫就像 iPad 有 mini 一样，这个是叫藏毯 mini。那这个藏毯 mini 呢，可以作为一个茶杯垫，很多人会带回家，能够把西藏的文创呢带回家里使用。我们用西藏的原产于西藏的一些材质来制作这个莫奈美术馆的一些这个艺术衍生品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对，比方说像这个，这是产于我们西藏自治区这个牧区的牛奶。我们用牦牛奶呢制作成香皂，那么制作的呢是一个妇女合作社。那么妇女合作社他们做成这种有莫奈花纹的这种牦牛奶香皂，然后呢我们把这些香皂呢重新又拿到莫奈美术馆的授权以后呢，就变成这个莫奈美术馆的一个这个衍生产品。今天说我们跟国际社会上去介绍一个新的西藏发展中的变化中的西藏行进中的西藏的时候，我们需要让他看到我们跟国际脉搏共振的那部分。是啊，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就西藏是文化资源的大区，可是我们在这方面也恰恰有可能是文化产业的小区。是，那这个过程中需要很多很多文化产业的从业者，抱着一颗这个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也抱着一个国际上更开放的视野，是啊，有一个很好的产业经营的理念，那么去推广和带动。在他给我的介绍的过程中，包括给他的互动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着他就是在传统上有创新有发展。对，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在八廓街上现在好多的这种时尚的这种摄影店，他可能会给你弄一些带有藏族元素的这样的服装，对，或者其他少数民族这种服装都有，你可以穿上它然后沿街去拍照。我据我们的一些朋友讲，他们这个店的生意非常火爆。而且这一个夏天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收入还真的是很高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藏民族是基本上是酥油茶和甜茶，但实际情况下我们这边的人士也是一个休闲的城市，也非常喜欢喝咖啡。那么呢他们会有一些藏族的小孩自己开了咖啡店，很潮，而且是上面的 logo 会写藏文或者是藏族的一些特色，像这种的花纹他们会把这上面会写，所以就我觉得是很有特色。这样你包括最简单，你看我们现在是这个杯子啊，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种传统的，对，这是比较传统的藏式的这种酥油杯。但是你看它的这个纹路，这是八宝吧？对，这是八宝。你那个上面画的是这个藏式八宝，对，然后吉祥八宝。对。张老师这应该就是一个龙纹，是吧？你看，但是我这个呢，它上面画的是蝙蝠，是表示有福气的意思。然后底下呢还要配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花纹，就像这种特色的这种瓷器，对，某种程度上它也承载了我们很多的这样一种新的经营思路。拉林铁路通车了，我们有了一条快速的这种铁路，对，同样我们这种信息的这种高速公路通畅了以后，对于我们未来的这种发展，为国家的建设，对西藏的建设，西藏的这种发展也是铺平了这种道路。因为人们一般都会在想啊，说这个西藏这个地方啊，这个有高山有雪山有草地有牛羊，怎么还会有这么现代的东西？但是恰恰这个就是西藏能够带给人不断惊喜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在。对，传统意义上来讲，可能大多数人会认为在西藏发展数据中心这种高科技行业
不一定是利于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但实际上相对于人在高原地区不适应以外，像这种IT 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这种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这些设备，相反是比较适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做过这个相关的调研，在我们建设之前啊，西藏自治区特别是拉萨市的这个空气质量，特别是含硫量啊，低于国家标准两个数量级，也就是1%几这样的一个水平，也就意味着我们直接拿着这个室外的空气用于我们数据中心制冷，对设备没有任何丝毫的影响。这样对我们降低企业的这样的运行成本，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大数据企业的运行成本是非常有利的。哎，没错，没错，没错。我们其实也欣喜地发现，就近些年来啊，包括基础运营商，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信息服务提供商或者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些企业，也逐步的都在西藏啊开始发展他们的服务啊，就是开展他们的业务，也带动了本地的这个信息化这个信息化水平的一个提升，也和全球进行了一个对接。在这个珠峰高层测量的时候，5G 信号覆盖到了整个珠峰地区，峰顶那边测量的情况，我们可以及时在大本营就可以随时可以看到实况图，而且是高清的。而且我还看到，就是当时还有咱们人民日报社记者朋友直接是在那个珠峰大本营和内地进行连线，对，除了有画面还有声音，对，啊，我们在那儿进行了一些视频直播嘛，对对，还有感受，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好。因为我觉得连接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这种交通运输，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信息的天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需要就是和全球有这么一个比较完善的互联互通的这样。